芬兰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鼻喷式新冠疫苗，计划几个月内开展临床试验。据介绍，这款鼻喷式新冠疫苗是一款腺病毒载体疫苗，基于一项基因转移技术研发而成。研究人员表示，由于新冠病毒可通过呼吸系统传播，疫苗选择鼻腔给药，可能在人体中引起比肌肉注射更广泛的免疫应答。